人家认为你们民众党核心论述混乱，收了一堆垃圾在党里。我们有问题的，我们都会清掉了。那个正义魔人太多了，看到不顺眼的都会检举。那你跟郭台铭现在是在海边吹着风，他喝了精酿酒，然后媒体把你们这样子牵着手，我起来是这样子。那你现在想法是？没有啦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叫朋友可以啦，那就这样。朋友要多，敌人要少嘛，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，就这样。那至于其他的，我看就放轻松了。你想要说他叫他支持你吗？你有这个想法？你有跟他谈过吗？没有啦，我先讲哦、喔。是，本党成立到现在，我们都没有拿过他的钱，都没有拿过他的钱。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个坚持？他就是一个不是、啊、他行动的银行啊。不是、啊，他也不会给我、啊。第一个，我们没有跟他讨啊。是是是，他也没有主动给我们。哦，是是是我的个性。啊，算了，敢退我给老鬼了嘛？你要给就给，不给就算了。是是是是是，所以他也没有说什么，像新闻记者说什么猜说啊，可能他要当正，你要当副，你要当正，他要当副。对了，我那时候跟他讲说，你都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。他一开始就讲说，如果他参加国民党的初选，那没有上，他支持侯友宜。我跟他讲说，你这样讲的话，以后你根本就没有對對對對對對没有没有办法退嘛。我们还是要讲政党啊。就是说，人家认为你们的民众党核心论述混乱，收了一堆垃圾在党里。没有啦，身为主席的你，没有啦，我们哪有什么垃圾也不多啦，慢慢应该慢慢都有清掉吧。我们有问题的，我们都会清掉哎。不啦，我其实我们民众党也没有什么，我们有问题还是会现在解决嘛，总会有问题嘛，是这样。我们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只要看一下说我们那个正义魔人太多了，是。看到不顺眼的都会检举，所以还好。